现在我大爷开始吃晚饭了，中午炒的鸡肉，中午炒的鸡肉他中午没吃，留着晚上吃。你吃了这海刀？我不吃了。啊？我不吃了。啊？我的鸡肉还有粉条。那你这炒着一回菜得吃好几天吗？吃不一天，吃个三天两天的。啊，三天两天的。啊，那也行。那是吧？这是姜。姜，你尝尝那个肉烂了吗？姜片不能吃了。嗯嗯。哎，给骨这骨头能给的吗？鸡肉的骨头。骨头吧。啊。骨头，骨头最好别给他了。嗯，别给他了。不给他，我给他那干粮，给他点水。哦，给他这蘸点菜水，嗯，就行了。嗯，烂啊！烂白大爷。烂。烂是吧？嗯。你炖的时间长。小这骨头不能给他哈。嗯，对。啊。小骨头吧。啊、嗯。小骨头给他也行。这油饼还是从会上买的吧？哦，还是头年里买的。哎，嗯，咸吗？有。要吃盐，别吃那么多盐。呀。知道吧？压着你那个手指甲你见见，嗯，你看有手指甲，手指甲那么长，这一顿还是得吃两个馍吧。是啊。我大爷的饭量倒是可以，像他这个年龄主要是靠这个饭来养着了。啊，我说你这个年龄就靠这个饭来养的了，这不一旦不能吃饭了就啥了，这不还是得多吃，能吃就多吃，知道吧，就不大七十几了大爷。七十九。七十六，再过四年就八十了的呀。啊，到时候不得到2026年八十。哦，2026年。嗯，这是2022年喽。啊，行。你爸都到2026年七，他七十三，他七十三，我八十。哦，你八十。哦，那我比他大七岁。哦，那行那行，到时候给俺爸爸过七十三，给你过八十。啊？到时候给你过八十。嗯，不，得凑一年了都。啊，凑一年，那就是你给俺爸爸。他也到七十三了，我也到八十了。啊，那行那行，一块过吧。哎，我能熬到那时候呗。熬到了。哎，到那时候再说吧。你再活个十年二十年没问题。我孩子没那个福分。你注重养生，哎，知道吧？老二，你儿子也是不得起的起子，起的起走了。啊？是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了。他去世现在有四年了吧？四五年了。他，我天，我见他写那个纸啊，起的起水。哦，那可能是起的起。嗯。啊。他活的可能八十吧，八十一。哦。他比我大五岁。哦。